确实很痛，真的很痛，我非常理解。龙虾多大的？眼睛多。多少钱一斤？350块钱。你不要乱讲哦。没有了，380。这是花龙虾要这么贵的吗？它多了一点就多30块钱一斤。不可能吧？对，我就选这个多重的，2斤1.6。两斤一两斤都要300多一斤啊！我是一分钱都没挣哦。一分钱都没挣，我看挣的不少。单子拿来看一下。今天呢要给大家做个大菜，这道菜呢叫什么呢？龙凤呈祥。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，在某一部电影里面看过，是不是？叫这个饮食男女啊，到底是有哪一些食材呢？龙凤，龙凤，龙呢就是龙虾，凤呢就是鸡啊。他让我吸附，我一点都不胖，好吧？这里面是有皮带的，哪一个皮带没关系，可以吧？一般我们做菜会从顶层逻辑开始往下做，那么这道菜呢，我们今天就从底层逻辑开始做，就是从最底部的那个装饰开始，先是来做一个打底的，原来用的是这个琼脂，今天我们把它改了，用这个面包糠加点蔬菜，打完以后去烤，烤完上来打底的，这样子呢，这个面包糠也是能吃的。好，接着再来塔壳雀巢啊，就写了。我们第一步呢，就先做一下这个面包糠。那么这一层呢，代表的是这道菜的翡翠的意思啊。翡翠呢，在婚宴当中啊，在很多喜宴当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。哎呀，今天用了这么多的食材，也算是下了血本了哈。同学们，记得给我一键三连，给我回点本，不然真的到时候只能做银杏果，只能去找这种保洁阿姨。市政园林的馈赠，大自然的馈赠已经没了，现在啊很难做一下哈。在这个《饮食男女》的这个电影中啊，他们用的这个盏呢是锡箔纸的盏，今天呢我们改用蛋挞盏。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芋头哈，做这个芋头的雀巢的话呢，一定要选中大的芋头。你看怎么看芋头好不好，看这个切开以后造型就知道了，这个芋头都没有烂的哦，没有那种水的，所以呢它呢蒸出来以后就是粉的，知道吗？很好的这芋头。好，我们这个切完的芋头丝给它抓一点盐进去，待会儿呢它就会吐很多芋头的水出来。一个枣梨压上面，一个压走下面，这样顶住它。那啥，人那更难笑。回来。炸这个雀巢会用那种雀巢马刀。就是一个洞一个洞的，方便那个温度啊进入啊。今天呢没有，我就用这个来搞，让它浸点油哈，不然它会粘在一起的。差不多我们就可以了啊，起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装饰要用到这个面包糠，然后蛋挞雀巢呢就都准备好了，挖了一点包汁出来，因为包汁呢是非常麻烦的，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的赘述了，让我稍微调一点味道，那就是包汁了嘛。在电影中呢，这道菜呢是用大鲍鱼来切片的，切片的话其实呢是看不见的，第二个呢成本太高了，这道菜得卖到天价，再加上鲍鱼可能得2-3千的成本，那一道菜就得卖它一个，你们说多少钱？弹幕告诉我。好，这个鲍鱼呢也差不多好了，咱们可以来点水淀粉啊，让它有点点嵌在上面。我们准备一点胡萝卜啊，算轮到他了啊！朋友们说，小林哥一上龙虾，播放量马上破300万，是不是？
马上就是热门加头条，好吗？朋友们，真的今天下了血本，拜托了。我们呢顺着它的这个一个结构来切这个肉是最好吃的，看见没有？好，我们简单腌制一下这个龙虾哦。来一点点鸡粉啊，可以加点白胡椒在里面，生粉。再加一勺的生粉进去就差不多了啊。这个龙虾头呢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个龙虾膏真的很好哎。节目是要炖面，我搞点炖面过来。这个雪花鸡肉的话呢，我们就备点这个鸡胸肉、胡萝卜泥、鸡蛋清，鸡蛋清要把它打发的啊，然后呢还有加点燕窝，这个菜就高级了。同时呢我们还要准备一点这个鸡汤，这鸡汤也太清了吧，鸡肉里面的筋啊把它弄出来，你看。我们加点胡椒可以提鲜去腥哈。好，我们可以来点鸡粉，来点盐。如果大家家里面没有这个鸡汤呢，可以加点清水也是可以的，如果你们嫌麻烦的话啊，这样它会嫩一点，敲下这里不就可以了吗，兄弟。好，这道起打成泡泡一样就全部倒进来。我们开始炒这个菜了啊。好，这道菜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锅洗干净，千万不能有污渍啊，一炒就发黑了。完了以后呢把这个油倒出来，加点燕窝在里面，看着其貌不扬，吃的让人神采飞扬。我们做好，来做一下龙虾哈。我们准备工作，把姜葱蒜爆下去，青葱倒下去，胡辣油，把这个龙虾倒进去，鹌鹑蛋。现在我们要加入这个宫爆汁了，大火了。子弹头辣椒，再来点胡辣油，好的，我们这些菜呢都准备好了，开始摆盘了。
喝个茶，马上开始尝菜。嗯，大家一定吃过很多蛋挞，蛋挞的味道是甜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有了鸡酪在里面，它把这个蛋挞的干燥给中和了，好，再加上燕窝的这种丝滑的感觉，再加上包汁的回甘。